大家好，我是维生，我现在的位置在于居城小榄，对，中山小榄。本次的一个菊花会的主题是花种居城风起香山。对，身后非常多人，有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还有老朋友。对，这次呢过来呢也是非常艰苦，坐了2个钟的车，公交车差一点吐了出来。今天太阳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多人，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都非常的困难，所以此次过来的话也是非常的幸运的，趁着周末没那么多人。对，在我身后的是一片花海，这里面非常大。对，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菊花，各种各样的花，对，非常漂亮。希望有机会大家也来这边一起打卡。